醉得很 Q 能跑，敢玩来最困难。往昔头脑看看，往昔几家比谈难了，只是当变作花衣会自觉得。站近一点，好像他们说你们有点疏离，近一点好不好？对，就像那个若有似无的纯爱三角恋嘛。三位试镜，看看右手边再来一张。才华，他真的，我们在现场可能休息的时候，就是像现在这样子，随时都有吉他的伴奏。对。然后最近访问也是，就是常常跟大家聊聊天、讲讲话的时候，有吉他伴奏，感觉气氛很不一样。是，感觉很棒。那你不要随便来点一首歌曲，让他来看你有没有办法弹那个和弦，好不好？考他一下。真的吗？OK 吗？你现在随便点歌。刚刚彩排的时候我没有啊， okay, okay, okay. 我就可以照本走啊。你天才啊，有怕的吗？你知道他是很失控的主持人。我不是天才，但是应该可以抓得到。一首就好。那你唱好了。可以哦，好不好？我要女生的，我要超高音那首歌。他的 key 很高。你点一首，你点一首。你要唱？没有啦，你先点一首。这段可能就是有版权问题的话，我们就把它卡掉。